36岁的史蒂文·班克被称为是功夫熊猫，在世界格斗界，格斗选手常常是以自己坚硬如铁的肌肉而自豪，但是他恰恰是以自己一身的肥膘作为自己的武器。红毛选手22岁的叶翔，身高1.89米，被称为是我们少林的巨人，也是中国国家散打队无差级的头号杀手。欢迎叶翔。我是现场解说张太海。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昆仑街亚维功夫熊猫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看啊，我们现在多少天？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。哦，这天，哦，眼神已经不行了。我将近，这已经超过20拳了。哦，你看，已经软了，手已经放弃了，已经是站立的时候都已经晕掉了。对对对，可以，我们裁判给出一张奖牌。对对对，唐老师在一个保护这个选手健康，非常及时啊。在叶翔那样连续将近30拳的情况下，秒杀掉了史蒂文·班克。是，叶翔是我们的中国的国宝，功夫之王。哦，这是一组天马流星拳。对，好，恭喜叶翔。红方选手在第一回合31秒 KO 获胜。